当好主持人。嗨，各位脸书好友，我们今天这个被热身车追，我们今天要被追三个理由。那今天是在这个新兴里、三民里还有南兴里，那是金五路这边开始。那这边就是紧邻这个区公所、大东公园，还有我们的凤山医院的这个周边的社区，也是一个凤山的原本原始部落一个很重要的生活圈。那车已经准备来，我们先往前走吧。这间保养机车，在这间保养机车，对。好，继续。好，慢走一点。然后，二点一次哦，厂商以为是新的。哦，你好。你摆位算了。嘿，这个厂商是新的。嘿，欧本郎，林志宏，谢谢哦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哥。嘿，阿哥，哈哈哈哈哈。阿哥，我是曹哥。曹哥哦，嘿，我叫老哥。哎呀，弄人家老哥，人家常客，常客。哎呀，拜托哦，谢谢。还感恩支持呢。哦。哎呀，好像有两次的机会。哎呀，拉三十三分，困了什么单啊？谢谢哦。运动哎，运动哎。哎，感谢感谢，谢谢哦，谢谢。等一下，那个他现在每一站的那个停的点时间比较长，因为那个居民都会比较集中，然后巷子口来丢，所以时间比较长一点。我们来这里站过路口，有，我们上次在这边站路口啊，
在大东院对面这个角落站住。好，他要出你了，那个三角窗的，他停下来，他就下一个窗。
那各位你说好友，我们热热车车，他也稍微绕一下，等一下会来走这条路线。那我们要稍等一下热车车来。那继续呢，今天是要三里的这个扫街。那晚上我们还有会一场，那晚上再跟大家做直播，再跟大家做分享。那我们直播就暂时告一个段落，拜拜。